往事冲开甲幔，叫极叫唔烂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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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唉，聽日就 last day 啦，之後要去考模，真係唉。嚇，唔知聽日 last day 張老冇又遲到咧。算吧，歐陽遲都未到我啦。唉，講起遲到，我記得第一日要拍卡，我遲咗一度啦，真係。Miss， 點解又嘟唔到卡咧？同學乜咁早啊？遲咗成兩秒，梗係要罰啦。我企咗喺度成粒钟，拍咗500多次咯喎。咁又点啊？寻日开始迟到1:35 lunch， 2:4小息，明白未？等你哋成日话张卡坏咗啦。Good， 你个头啊！打钟仲喺饭堂行嚟行去，啲头发咁长，上七楼。咁好嘢，成日接就，争我几篇罚抄未交，仲要着全物。切，迟到啫嘛，有咩咁大不了？咪系咯，冇得上体育堂先系最惨嘅嘢嚟噶嘛。讲起体育堂啊，仲记得方温第一次上 PE 堂嗰阵真系，哇！一开堂就有个阿 Sir 系咁喺度讲人生道理，讲咗成个几钟。咁等我勁耐先有得放去踢波啊！黐線，咁我哋梗係好開心啦！咁正當我哋換曬整齊嘅制服，興致勃勃咁等開波嘅時候，好收工室。我啲體育老師有幾把炮啫？我啲義康老師咪仲勁，嗰次影相咧，嚇、啊！邊次啊？嗰次啊！喂，老實，我哋咧，不如我哋都就嚟畢業啦，你不如同我哋影張相，都係祝福我哋個成績好啲啊！你都教咗我哋咁多嘢啦。OK OK。喂，大家埋位。我影相機。喂，五星星。好，五星星。其實你又唔使咁灰嘅，因為個個都好老師，係你驚唔到啫。唉，咁你哋又唔好咁，其實淨係睇我哋班嘅老師都已經好好啦。唉，眨下眼，中學生涯就咁完咗啦，真係好唔捨得啲老師咯。想抌天井嗰度有得抌，有垃圾桶真係唔要。最專業嘅評審陣容。战士一触即发，最后的胜利者只有一个。我是老师，今日终极一战。哇！喂喂，头学，因为你迟到，收手摆头。点摆啊，大佬？就 perfect。喂，同学你迟到。喂，大佬，我要去 fill 下 sample 通融下。方式都冇情讲噶。啊 ，OK。喂，又做乜鬼嘢呢部嘢？做緊咩啊你？拍卡咯。拍卡咪玩啦呢嚿嘢，10年冇用啦喎。
係啱下次公務位先擺出嚟嘅喎。講咩啊？唔係黃堅臣老師要我哋，每日都要拍卡嘅咩？黃堅臣老師，邊個嚟嘅？邊個嚟？既然你話你係呢度學生，咁你試下照下同孔基啊。同孔基乜鬼嘢？快試啦！喂，大佬，喂，乜鬼嘢嘅？黐線㗎！嗱，冇你同孔，即係唔係呢個學生？黐線，我學生證嘅喎，大佬。係啦。搞錯。哇！十年前喎，大佬呢張學生證。講乜鬼嘢啊？唉，唔理你，我喺鏡啲食嘢得啦啩。梗係唔得啦！你又唔係呢度學生。更何況而家全息頭十分鐘、尾十分鐘都唔俾買嘢食噶，算啦，你都係走啦。英文學生唔係隨便辦噶。咁我食咩啊，大佬？咁咪唔好食咯。如果快走啦，如果我要訓導報警啊。喂，唔使打緊 Miss Lam 啊。Miss Lam 十年前走咗喎，而家 Mr. Lam 訓導主任。咩走咗？而家咩年代啊？咩年代？咁你都問得出？2025你班友傻啊！黐線。喂喂，唔好走啊！乜連耀文？邊個嚟噶？過去18歲沒大表，不過有時間夠我沒有後顧，野性貪玩。霎眼27歲，時日無多方，不敢偷懶，宏願仲未了，奮鬥總不太晚。然後突然感秋，望望身邊應該有已盡有我的美酒，跑車、相機、金錶也講究，直到世間当初相遇时回头再笑，乜咁啱嘅？笑脸感觉像似首诗，乜咁啱嘅？每次见他，将心意合成字句，偷偷的 say hello， 如阳光伴我，清新笑迎面，愿照片乜咁香嘅？即使每天快乐。英话边度都有好老师。我哋玩你咋？听住啊！大家唔好再起哄啦，唔系讲笑，十年嘅时间真系好快过。而家就不如等我哋一齐坐过嚟，讲下今日嘅自己想同十年之后嘅我讲啲乜嘢咧。十年後，我喺度巴塞教練啊！我唔嚟咧，我咪想做老闆咯，第時分分鐘係你老闆添啊！唉，你有冇夢想咧？就偉大啦！我咧就只係希望可以坐喺醫療派五十裏面，幫下社會嘅人啦，希望可以翻到社會嗰度。醫療派，我就做唔到啦！我想做個旅遊節目主持，第時咧可以飛去唔同地方，將我睇到嘅嘢咧分享俾其他，咁我要好足夠。各位同學，識別會開始啦！我哋入課繼續講，一齊走。軟弱嗎？你成熟了，不會失去格調吧？當初堅持還在嗎？刀鋒不會磨頓了吧？老練嗎？你情願變得聰明而不衝動嗎？但變成步步停下三思。
子长大了，在世事难料的森林寻觅理想事，越享着青春走远，越容易孤单，你可有发现？小伙子相会了，聚散亦难料，诉说了心酸，也话说了当天记忆里那旧碎片，重组了吹嘘向往的昨天，脸庞上成熟到已多加一份怀疑，连欢笑都觉得幼稚，散寂了分子，好光阴往往流逝，悄悄挥发掉了很多很多经典，现实里装英勇难避免，成为了不懂哭也不想笑的一个汉子，活着木偶碎写上脆弱的诗，感触远浮在那日桑田，紧闭着眼睛承认过去错过的事，现实里装英勇难避免，成为了不懂哭也不想笑的一个汉子，像木偶碎会再现，人多么讽刺，生命里谁令你还在意，装英勇难避免，成为了不懂哭也不想笑的一个汉子，活像木偶谁会在意，在幻变